2022年巨蟹座星座运势，财运、事业运都很强，特别记得要把握上半年哦。今年木星进入双鱼座，跟巨蟹座产生三合相位，这是一种带来资源、财富、感情都顺畅的相位，甚至有点我行我素，想换个男女朋友都可以哦。特别是年初一二月，金星在摩羯、巨蟹的对宫，容易出现意外的感情对象，前男友、旧情人都有机会成为你的新恋情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这个能量转为事业上的桃花贵人。总之，这是个人际、财运都喜悦的上半年，而这个运势在下半年会有所收敛。因此，有什么愿望和想做的事情，记得在五月之前要完成哦。祝福巨蟹座的朋友们，2022年情场、职场两得意。